Hello，Hello，hello, 晚上好，开播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温迪，晚上好。Hello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第一名哦，温迪姐，第一名。哇，2天，又是打包又弄，今天都还没弄完，太多货了，搞不过来了。晚上好啊，姐，晚上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又来剥毛衣了，又来剥毛衣啊，天冷了，毛衣啊，外套都开始加起来了啊。晚上好。晚上好啊，晚上好。好，我分享一下啊，分享一下下。新来的姐姐好像很多都没有进那群了，我分享给他们啊。冷哦，是吗？我这里也好冷，从下周开始都要5度的天气了，都要降到5度的天了，我的天。然后一降温就开始好冷的那种天气，哇，瞬间。好，稍等我一下啊，我分享一下下，确实冷哦，毕竟冬天了嘛，温度确实都降下来了。好，有新来的姐姐没进那群，我分享给他们，分享给他们。晚上好，阿荣，晚上好，2天不见，甚是想念哦。我怕你们太想我了，所以我今天，货还没发完，我说去播吧，来播一天，播一天。Hello，宋文姐姐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，稍等我分享一下啊，因为有新来的姐姐没有进那群，我分享给他们一下下，分享给他们一下下啊。你们那边多少度呀？我这2天都没有看你们那边的温度。前两天我看高雄还是20多度，不知道这段时间是多少了，应该也不会很热了不？晚上好，陈姐姐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。来，今天我们剥毛衣，今晚剥不了多久，可能要剥个2个小时我就下播了。对，盛宴。我两个 FB 都用别人的是吗？我问了他们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，就说信号换信号可能刚开始都会有一点点这样子，说可能用着用着就会慢慢好一点，但是我也用了好一段时间，1个月了吧，好像也有1个月了哦，然后还没有这样。1个月了，1个月了，好的，诶，OK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过款了啊。今天的话是会，之前我们是单独的播，今天是。播满1000送一个帽帽哦，入冬了，帽子肯定你们也需要了啊，帽子肯定你们也需要了，但是我们这边满1000免费送，对，又我一个人，对，小叶姐她原本是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刚好她家里面有事，她就回老家了一趟，回老家一趟就我一个，然后好像明天或者后天她就从老家坐车过来了，然后我就要我休息，我这两天实在受不了了。累死了，又包又发货，腰酸背痛的。
好的，好，我们开始购款了啊！全场毛衣150块，不管长的短的套装都是150块。然后还有一点点毛呢外套，一点点毛呢外套的话，我们等人多炸福利啊！一点点毛呢外套，等人多，等人多的时候我们炸福利啊！炸福利，一点点毛呢外套。啊，置顶，好的，好，我来置顶一下啊，我把这个 ，OK， 好了，好的，晚安，晚上好，晚安，李玉姐姐，晚安啊，晚安，来，那我们就开始过款喽，那我们就开始过款了啊，来买1000送精美帽子一顶哦。免费送的啊，帽子的话别台都是有卖到200-300台的，然后最低的话也是在100多台的帽子，我们是免费送的啊。来这一款，来货号1556的啊，来款号1556号，来这一款它是一个开衫啊，开衫上面它是有带珠珠的，来这一款全场毛衣都是150块啊，150块。来这一款货号1556啊，来喜欢姐可以帮忙打上1556，这一款的话穿到55公斤没有问题的哟，上面全都是这种机器钉珠啊，机器钉珠来的，来喜欢姐帮忙打上1556啊，1556，晚上好啊，姐姐们晚上好，晚安。像这种羊的，像这种毛衣的话，你们可以就是说自己这样鞋子穿呐、啊，或者说配外套穿呐、啊。就是你不是很冷的情况下，里面穿一个薄打底，就这样穿一件差不多啊，也是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。好的，来陈姐留1556啊，来陈姐姐截图，来陈姐姐截图啊，好1556啊，来陈姐姐321截图啊。今天的话，陈姐，你的货今天大概明天会发走哦。我先把你的货给包好了啊，包好了。明天上午的话，物流就过来收了。来53号啊，这一款是一个红色，红色啊，你看马上过年，下半年红红火火来的。然后这个袖子它就会带一点这种造型款、造型管款的那种感觉啊。然后从这中间穿过来啊，穿过来也可以，或者说你在这里绑个造型也可以。来这一款53号啊，53号，它这些毛线款的话，很多都是那种绵羊绒的一个毛线啊，绵羊绒的毛线，就是很舒服来的。来53号正红色这一款能穿就会比较大了啊，穿到65公斤没有问题的。来53号，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53号啊。来26号，哇塞，来这一款好看哦。这一款它上面有这种大朵的一个牡丹花啊，来款号26号，价格150块啊，价格150块，来26号，来喜欢的姐姐可以帮我们打上26号啊，款多我们就快速过啊。来这一款，这一款就是一个春秋薄款型的啊，来款号款号312号，来货号312，带镂空的啊，带造型款的。来这种的就是春秋薄底的，里边带一个薄的那种穿，或者说配外套来穿都可以。来款号312号，晚上好，瑞瑞姐姐，晚上好啊。来今天的话，我们有加送1000送一顶帽子，因为想着入秋了，你们也不用去买帽子，我们是免费送给你们一顶啊。来86号，今天有很多上新的款哦啊，有很多上新的款，我看这里之前都没有看到过。来86号，这是一个香芋紫色绵羊绒的啊，这个它是绵羊绒的。来86号，价格150块啊，150块，袖子都是有带这种花朵造型的啊。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86号。来206号啊，来206号，这是一个开衫哦。来如果这种的话可以推荐你们就是优先入开衫啊。来这一款206号，来价格150块啊，206号开衫，这种开衫的话穿到65没有问题啊。来206号，来新进来的姐姐可以动一动发财小手，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哈。人数的话满20个人，我们就抽奖啊。
抽奖免费送一件衣，全场随机挑哈，满20个人啊。来这一款137号，来这一款是一个开衫哦，这个开衫还蛮大气的啊，灰色的一个棉麻的一个款型，但是它面料的话，它是一个绵羊绒的啊。来137号，价格150块，这款够宽松啊，穿65公斤没有问题的。来135号啊，135号，来我们挨着一杆一杆过啊，我看有的新款都在中间夹杂着。来59号，来这一款是一个粉色的啊，粉色的能盖过我屁股，你可以当一个中羊那种长度来穿都不错，里边穿一个小打底啊，素面的白色或蓝色那种素面小打底。来59号，来59号，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59号，价格150块，满1000送一顶帽子哦。来66号啊，来66号这一款它就比较有造型哦，比较有造型，它两边它是这种的啊，两边它是这种的，就是带一点弧度，就是带一点领子那种感觉。来这一款66号，来价格150块，这一款的话穿到55到58公斤没有问题的啊。来66号，喜欢的姐姐可以帮我们打上66号哦。谢谢分享哈，谢谢分享啊，谢谢，感谢帅哥，感谢分享。来37号这一款，它是一个针线加羽绒的一个相结合，针线加羽绒的一个相结合啊。来这种款式会比较特别，而且它是一个开衫啊，这个季节正可穿，如果你觉得冷，外面再套一件大衣都还不错啊。来37号，价格150块啊，来37号价格150块，带棉服的哈，它这个里边还是那种轻肤那种轻薄型的羽绒啊。37号，来晚上好啊，新进来的姐姐们晚上好，今天晚上是满1000送一顶帽子哦。37好的，来陈姐姐截图啊，来陈姐截图，这款性价比很高的啊，来陈姐姐321截图啊，好的，来陈姐姐留哈，37号，来这一款是一个开衫啊，来开衫，多色拼接的一个开衫，来这个开衫的话150块，这个的话能穿到58、60公斤都可以啊。来货号177号，来如果这种款式的话推荐你们入场款啊，来177，而且是一个开衫啊，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货号177啊，价格150块的甜甜价哈。晚上好韩玉姐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。来51号，哇塞韩玉姐你换头像好恩爱哦，你换头像了好恩爱。来这一款51号，来51号啊，来这款还是有带口袋的，来口袋式的开衫啊，口袋式的开衫。来51号，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51号，尺码的话是一个偏 L 码的一个尺码啊，其实像50公斤啊60公斤都可以穿哈。好，来阿伦截图51号，这款漂亮哦啊，来51号，来阿伦截图啊，好的，来阿伦截图51号 OK。 好嘞，等我们人到15个人，我们就过毛呢，毛呢的话我们今天不230了，因为只有一点点，它这里只有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就低价格炸福利啊。来这一款59号，来59号的一个水粉色开衫啊，这个扣子都是可以打开的，扣子还是这种亮晶晶款来的。来这一款59号，来59号的话穿到60公斤没有问题啊，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59号，价格150块啊，价格150块。来这一款水貂毛的，来水貂毛，它这个好像有大货诶，今天因为这个的话算是他们就是店铺销量 No.3 的一个销量啊，然后就是它这个有大货，今天我看他们好像还过来了几千件。来这一款水貂毛在他们这里卖的非常好啊，来你们喜欢的可以加。
59号，价格150块。嗯，水貂毛的话不多啊，不多。看，里外都是这种的啊，里外都是这种的。来，59号，价格150块啊，150块。我穿的话能盖过一点点屁股。来，59号啊，来，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59号。这个是他们这里的第三名，销量排行第三的爆款哦。哦，好，来59号，来陈姐姐截图啊，来陈姐姐截图哈，来59号，来这一款你们喜欢的话，好像都可以加啊。咦，哦，那这里只挂这一件好像是啊，来59号。来，还今天还有拿这种新款带造型的哟，带造型的啊！来这一款97号，来97号，这种就是绵羊绒，正宗的一个绵羊绒。你看它这种毛料啊，回去你们能感受都能，回去你们一看都感受出来的。来这一款97号，来97号灰，那个不是灰色，是那个绿色啊，绿色，这个面料好舒服，好舒服。来，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97号啊，97号。来97，来43，来43的一个大溜肩款啊，大溜肩款，它这个有点类似斗篷衣的那种感觉哈，有点类似啊。来43号，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43号，这个下面配短裙啊短裤都很漂亮的哦，43号啊。来，还有这种，诶，这个裙裙是哪一个上面的套装？诶，它这里有牛仔衣，它这里也有牛仔衣。来26号，来26号，哇塞，这一款带造型的耶。诶，这一款好看，我昨天说拿一件毛衣穿，怎么没有看到这一款？来26号，这一款好看，来你们要吗？你们不要，我拿回去穿了。这两天好冷，我要穿，要这边要穿毛衣款了。来26号，来26号这一款好看，它是这种编织的一个做法啊。来26，好，来陈杰截图啊，来26号，26号，好，26号这一款好看哦，就看到这一件，就看到这一件。来，它这里还有牛仔外套，来这里也有牛仔外套，来你们要吗？来这个编号是233号，来货号233，来价格150块，哇，它这个还有带肩垫的哟，还有带肩垫的，哇塞，它这个比我那边的牛仔还要高级，带肩垫的，来货号233，这个是一个长版型的啊，长版型。哇，这个长度到我小腿了哟，到我小腿啊。来货号233，好，来陈杰截图啊，这一款好看哦，颜色也好看啊。来150块啊，150块，来价，来货号233号，来150块啊，233号。这一款是不是有问题？好，233号的话，我先，韩玉姐，我先把你的名字写上去，我明天再找一下，啊，我明天再找一下看一看，看一看他这里还有没得，应该像这种款应该有哈，我明天再找一下啊，韩玉姐，如果有的话，我直接给你留了啊。来15人了，来15人的话，我们就过一点毛呢，过一点那个，过一点这种。就是毛呢外套，毛呢外套，毛呢外套的话，我是卖230台的啊，我是卖230台的。我刚才说有到15人，我们就炸福利，炸这一点点啊，就一点点。来200台给你们啊，200台给你们，只限今晚上这一点福利哦，只限今晚上啊。来，这有
来，这有两个颜色。来，这有两个颜色。来，22号。来，22号的黑色和灰色啊。哦，22号的黑色和灰色。来，我那边梨子是卖230的，然后这里因为少，所以我们就炸福利，给你们200台啊。有量才有甜甜价，一人一分享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是的，是的。来，这一款22号黑色，来22号的灰色啊，来200块给到你们哦，双面梨的哈，它这一款是双面梨的啊，双面梨的，面料不扎人哈，面料不扎人啊。来，22号的黑，22号的杏色啊，杏色。来，我看一下它这里哈。就大福利的话就是各一件啊，各一件。胸围多少？完蛋了，我没拿尺子，我看一下他这里有没有的尺子啊。等我一下下哦。哎呀，完蛋了，他这里没的尺子啊。完蛋了，他这里没的尺子，我忘记拿尺子了，怎么办？忘记拿尺子了，这个没拿尺子啊，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一款我穿应该你们都可以穿，没拿尺子，没拿量尺，然后他这里也没有量尺，他这里好像平时都不量尺的。来，这一款，你看我里边穿了一个很宽松的毛衣，我穿依然 OK 哦，我穿依然 OK， 你看一下。对，上身感觉的话，它溜肩款能往 L 码的那个方向穿，能往 L 码那个方向穿啊。来，这个因为我没拿尺子，我的失误，我的失误啊！我记得它这里原本有的，怎么没有看到？就是往 L 码穿，往 L 码穿。然后呢，如果我把我这个毛衣脱的话，它可能就是一个，差不多55公斤左右都可以穿那种啊，。来，22号的杏和黑啊，杏和黑。来，喜欢姐可以往这个编号加哈。诶，它这里怎么我那里也有一件？它这里我那边也有一件。来，这是个粉色的。我这里我那边也有过一件。来，11号啊，来11号，我是不要太大件了。那李玉姐你可以穿的，根据你以往买的那这种版型你是可以穿啊，是可以穿的。来，这一款11号，来11号粉色，这个里边有带微微夹棉的哦，微微夹棉。来，200块的啊，200块。来11号啊，来11号。它这里只有一点。来，这一款是来29号，来29号，这个是一个肉粉色啊，肉粉色，这个就是一个修身款，修身的一个 S 码哦，修身的一个 S 码，因为它这里都版型会较小一点，这种呢子。来29号啊，29号。来这个，诶，来这个就不要过了，我觉得这个你们会不太喜欢，这个就不过了啊。诶，刚才，诶，这个刚开始的这个杏色和黑色，它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叫什么颜色？绿偏咖的那种感觉，绿偏咖。来，这个是5号，来5号啊，尺码是一样的啊，尺码是一样的，都是能穿到55左右，55、60的左右啊，55、60左右。来，5号啊，5号，我这三个挂在一起。它这里款跟我那里有好多有相似的。来56号，来56号绿上身。好的，我要不把我这个毛衣脱了，因为我这个毛衣穿上身我感觉不到那个尺码是怎样的。然后我等我一下啊，我把这个脱了。哎，这个夹子上面。来，我身上这个我就脱了哈，身上这个待会儿再过编号好了。来，我绿上身哈，绿我上身一下啊，
上升就差不多知道了。来，这个五十五十八，五十五十八可以穿。来，五十五十八可以穿。如果身高是165，体重在55公斤左右，那基本上都可以穿的啊，是完全可以穿的，完全可以穿，没有问题。七分袖来的哈，七分袖啊，来绿色的，只有这一件哦，绿色。哦，不对，这里还有一件，来有两件，来有两件，200块啊，有两件200块，来你们喜欢就打绿加好，来韩玉姐留一件啊。来，韩玉姐留一件，这件绿，基本上身高在160呀、165呀，然后体重是在50公斤呀、55的都可以穿的啊。好，来韩玉留啊。来韩玉姐留200块啊，200块，11穿我看一看 ，OK， 可以的哈，可以啊。来，11这个粉色里边还有带夹棉的。来，我是身高165，体重52公斤啊。来这一款，身高165、160，体重在55公斤左右都可以穿，来都可以穿啊。来，你看我穿的话，它就是还有空隙哈，还有空隙啊，但它肩是一个正肩来的。来，这个里边带夹棉，主要是性价比很高，200块哦，200块啊，口袋。好的，来玉婷姐，来你截图哈，来玉婷姐截图啊，扣按扣的形式。11号，来11号玉婷姐，你有我赖吗？好的。来玉婷姐留200块的，哇塞超划算。好，来玉婷姐，好像你的 LINE 是叫于氏的于是吗？简于婷，于氏的于，我记得好像你有加过我。哦，有的有的啊，有我看到了，有我看到啊，谢谢谢谢哈。好的，来这一款我们就过了啊。来下一款，来蓝色的，蓝色的刚才我们念的编号是56号。来56号，这个版型够宽松哦，够宽松，因为它是一个算是哦正肩款。来，这个是正肩款，来56号戴帽子，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哦。来56号啊，来56号戴帽子的蓝色。来，这个穿到60公斤都可以，你看正肩的话，我肩膀还在这里塌的啊。来，穿60公斤都可以。好，来56号，来阿龙姐留啊，来56号，阿龙姐留56号，来56号阿龙啊，阿龙留56号。来56号啊，啊只有这一杆哦，所以你们要抓紧哈。来200块啊，200块。好，来下一件啊，下一件，哇塞，这个好看哦。来1号，来1号啊，对，看超久这件是吗？我那边也有这种款式，但是有的是短的，有的是长的，没有它这个中长款。来这一款1号，来1号好看哦，1号，它这个扣子是前面有两颗这种转转扣，前面大颗大颗转转，然后下面是这种暗扣的形式，然后口袋呢它是这种拉链的，然后拉过来合着，拉过来拉过去打开。来括号1号啊，来1号，1号的尺码是一个 L 码哦，尺码是一个 L 码啊。来这一款造型也蛮好看的啊，多色拼接来的，咖色蓝色玫红啊。来喜欢姐1号加起来，尺码是一个 L 码，价格200块啊，200块。来喜欢姐1号加起来啊，1号加起来，哇塞。来这一款手指的地方，这一款是怎么
这样子吗？这样子，这样子我比不好这个造型。来，这一款236号，好的，一号来陈洁流哈，200块真的超划算哦。来，一号，好，来陈洁流一号啊。来这一款，来这一款粉色的，哇，它这个面料好舒服哦，它这个外面这个面料，来尺码是一个 M 码啊，尺码是一个 M 码，来，哇塞，价格要卖到699人民币的哦，来236号是一个粉色，然后它这里好像还有绿色，绿色我有看到我们，绿色我有看我们那个短发姐穿，哇塞，超酷飒的，超酷飒的。来，这个下面配一个长筒靴，长筒靴超好看啊！来，这个是236号，粉色和绿色啊，粉色有两件，有两件的话都是 M 码啊，两件都是 M 码。哎，这一款怎么那么香？哎，这一款好像我那边有一个杏色哎。来14号啊，来价格200块，尺码是一个 M 码。尺码是一个 M 码，穿到55公斤啊，穿到55公斤哈。来14号酷煞，我说是煞气的煞啊，一个立一个风，那个短发姐穿出来很有味道的，但是我穿不出来那种感觉。来14号200块啊，呢子的，这个是带有小裙摆的，好像我那边是一个杏色，好像是。来这一款，来136号啊，来136号，136号这个，哦，这里是造型款，咦，哦，这是腰部这个位置，它是这种造型的，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。来，这个还是有带口袋啊，有带口袋。来，括号23号，14胸围腰围，14胸围腰围的话，我要去下播了才能量，我过来的时候忘记拿量尺了，原本他这里也有量尺的，都量尺不知道上哪里去了。那个慧芬姐，我先把这一件给你留一只啊，留着我下播给你量一下，但是如果你穿的话这一件可能不 OK 哦，因为它最多穿到55公斤，尺码是一个 M 码，如果你送人的话那可以，如果就是说你自己穿的话，目测是没有办法穿，不是你的尺码哦，目测可能不是你的尺码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先写一下，我下播了量一下看，下播了给你量一下啊，如果 OK 是你的三围的话我给你留哈，慧芬姐，我先放这儿啊，可以拆掉变短款。这个好像没有办法，因为它后面是连体的，就是腰部这个位置它是这样设计的，这样设计的，你看好搞笑，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这样设计的，蛮有设计感的这一款。来，这一款编号是136号，来编号136号，你看它这个没有办法弄掉，它从这儿变成断了，你看从这儿后面就没有了，好搞笑。来136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这样设计的。哇塞，来这个颜色好看哟，这个颜色好看，有点偏棕和芥末颜色的一个中间啊。来115号，这个还是一个长款的哦，哦，差不多中长，在我膝盖下面一丢的位置。来货号115啊，115 136尺码136，我看一下啊。136尺码是一个 S 码哦，尺码是一个 S 码，51%的羊毛，哇，它这个也可以哦，只不过码是一个小码 S 码，小码 S 码，上身哦，好的，韩玉姐，好的，115啊，括号115，来穿到55公斤，因为它肩膀是正肩了，肩膀是正肩了啊。肩膀是正肩，正肩就是身高差不多165160，体重在
50公斤52的样子。好，来韩玉佳啊，来韩玉佳，来韩玉佳，如果敞开穿的话那就不止55啊，敞开穿就不止55。好，来韩玉佳哈，来115啊，115太小是吗陈姐姐？是是的，那个尺码是一个 S 码，尺码是一个 S 码啊。来韩玉洁截图啊，盛文杰这一款我，盛文杰再看一看后面的款型，要不要再看一看后面的款啊？来200块啊，来下一款，哇，这一款是一个短版型的，短版型的啊。尺码的话，尺码是一个均码，来这一款就是尺，哇塞，面料好舒服好柔软，尺码是一个均码，均码的意思呢就是能从50公斤左右穿65左右啊，穿65，来这一款完全 OK， 来完全 OK， 而且它肩膀还是一个溜肩，肩膀这个位置也是够宽的啊，来这一款编号234号，来货号234啊，来货号234，戴帽子的短小版啊，短小版扣子它是这种隐形扣的形式，来货号234号，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234，200块啊，234。好的，来韩玉姐留截图啊，来韩玉姐姐234号，来韩玉留啊，这款戴帽子短小版还蛮好看的。来这一款怎么没有地，我写这个衣服上这个编号上，好234啊，价格，哇这个面料好舒服、哦、来下一款，来9号，来9号这个里边还是有带夹棉的一个绿色啊，带夹棉的，来9号，九号的话它虽然标注的是 S 码，但是它是一个溜肩款啊，溜肩款不是正肩，如果正肩对身材会有要求，这种溜肩款对身材没有太大要求啊。来这一款货号9号，来200块啊，穿到60公斤没有问题的啊，穿60公斤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你看它这个腋下这个位置都还蛮宽，带造型的口袋什么的都有啊，这一款杨妮大衣的那种，里边只要是带夹棉性价比很高啊，性价比很高。来这一款，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9号，9号200块啊，带夹棉的性价比都会很高的。来这一款带毛领的，来带毛领的啊，带毛领的，我看一下它的尺码，尺码是一个 M 码，来货号21号，来价格是 M 码啊啊，尺码是 M 码，价格200块，这个带毛领的，然后是一个咖色来的哈，咖啡色，咖啡色的啊，来货号21号啊，哎呦感觉床它这里的款有的好像我也有哎，来135号，来135号蓝色的，来蓝色的这个修身哦，修身最多最多穿到55，这个最多最多穿到55哦，然后带裙摆的，带裙摆修身的啊，但是如果你敞开穿的话可能会大一点，来这是135号，价格200台啊，价格200台，来喜欢姐可以帮我们打上135，价格200块，尺码的话是一个 M 码，尺码是一个 M 码，深蓝色款型的啊，深蓝色款型。来这一款9号真的你们可以加哦，这个9号可以加，里边带夹棉的，性价比很高的啊，性价比很高的。来2号，来我们又回到毛线款了，来2号啊，来2号是一个打底穿的都可以，来150块啊，来150块2号，来150块，这种就是穿到60差不多，能穿60啊。来军绿色款，来4号，
来四号军绿色的啊，来喜欢姐姐军绿色扣起来四号，这种就是春秋打底穿，这种下面配深色系裤子就可以了啊。来四号，来这还有一个长版型的，来开三，来799号，来货号799啊，货号799，价格150。货号79，价格150，是一个，哎呀，是一个开衫啊，开衫，而且还是一个长款，这个挂都不好挂。来，长款的性价比会更高啊，长度的话应该是在我小腿的位置。来799啊，来我穿上身吧，它老掉，穿上身。来，这个版型够宽松够大哦，版型够宽松够大啊。来，就这种版型哈，来穿到。你看哦，穿上身的话就在我膝盖下面一点点，来价格150块啊，150块。哎，我这边还没有过完啊，来继续挨着这边，这好像上面是一个打底，怎么没有看到了？来43号，来43号绵羊绒的一个打底衫哈，绵羊绒面料很舒服的啊。来43号穿到55公斤60公斤都可以。来喜欢姐43号加起来啊，43号。来这一款97号，来97号的一个米白色款啊，来97号。来这一款42号，哇塞，42号的一个拼接款啊，底部的话是拼接的麻的一个。那种碎花款夹两件的，来42号，价格150啊，价格150，来喜欢结42号加起来哦，42号啊，来春秋打底小开衫，来13号啊，来13号的一个小开衫，来150块啊，150块，哦，来这款79号，来79号的一个短小版的口。短小版的一个牛仔啊，42，我看一下。好的，来阿龙留啊，来阿龙杰留42号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看不到我嘞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这退出来了，我找一下我先。OK。好的，42号，拼接的一个假两件款，来79号短牛仔，来79号短牛仔，这一款就修身哦，最多穿到50公斤啊。最多穿到50公斤的样子，来79号。然后这里还有牛仔短裤耶，牛仔短裤你们要看一下吗？它这里还有牛仔短裤，来牛仔，啊，哦还没有截图是吧？好，还没有截图，来阿松截图，还没截，好的。哎，它这里还有牛仔裤、牛仔短裤哦。来短裤的话也是给你们150，长裤的话我看一下它的版型先。来42号阿龙截图啊。来还有一个牛仔短裤你们要看吗？这个是，哎呀这个没带量尺啊，量不到腰哦。算了。这个先给你们看一眼，如果你们觉得 OK 的话我下播给你们量尺寸。来这个尺码是，来货号是235啊，来货号235短裤牛仔短裤带拼接款的那种。然后还有一个这种版型的，还有一个这种白色一点的，稍微偏白一点的啊，稍微偏白一点的。哇塞，还有哇，裤子的话还有哎，啊没拿尺子。那继续吧，来25号，来25号啊，来25号的一个拼接款，打底穿好看啊，配裙配短裤都好看。来七二十五号，
来25号价格150块啊，150块，来25号。来7号，来7号，这是一个灯笼款啊，小爱心款那种感觉，来绵羊绒的面料很舒服来的，来7号150块，像这种版型都会比较宽松哈，毛衣都很少，毛衣除非说是那种修身打底的毛衣会紧身，像这种都是宽松版的，来7号啊，7号150块啊，这个面料还蛮舒服的，你单穿都 OK 的那种。来还有粉色的，来77号啊，来货号77，来这个面料也很舒服，绵羊绒的一个啊。来37号，来37号的一个灰色，来这个版型也够宽松哦，穿到65都没有问题的那种，穿上的话你侧边掖一下，或者说如果你想穿造型，其实这种有点类似短羊了，你可以中间系一个腰带都没问题的那种啊。来37号啊，37号，来还有这种小打底穿的，来62号，来62号这个带刺绣的一个小边边，来62号价格150块哦，62号啊，修身的打底也很多了。来48号，来这个是一个就是带造型款的，它是有这种镂空一个小设计，来48号灰色的啊，灰色，来价格150块的啊。来哇塞，这个厚一点咯，来这个稍微厚一点点啊，来1号，1号的一个米白色款，米白色1号，来喜欢结1号扣起来哈。来或者说天冷了你们想穿这种高领的毛衣也可以哦，来高领的啊，73号，像这种高领的还蛮多的啊，还蛮多的，来73号咖色系的啊，咖色系穿到60多公斤都没有问题，要知道那个针线的弹性也是蛮大的啊。来这一款格子的，哇这个格子的男女都可以穿，中性款啊也好看来的，来编号是33号，来33号红黑格子款啊，红黑格子款，这还是一个美克斯邦威的啊，美特斯邦威的货啊，33号。来还有这种啊，来60号，来60号33好的，来陈吉留截图啊 ,33, 来陈姐姐截图啊，好 ,33 号啊，还是美特斯邦威的货哦，它这里很多都是美特斯邦威的，走的是品牌的那种，然后打造包款，单款打造包款那种啊。来这一款60号，这一款的话也是美特斯邦威的哈，看美特斯邦威的啊，来60号，不骗你们的哈，只是说这些我们过海关可能需要把标签剪了，因为有的时候过海关查的比较严，特别是年底了。来60号，这种男女都可以穿的啊 ,77 号。来下一款啊，来这种就是纯修身款的打底，纯修身款啊，来编号是228啊，来编号 228, 就是一个修身打底穿，配那个叫什么，配风衣呀、啊、配外单啊，来货号228啊。来50号，来这个也是美特斯邦威的啊，来50号价格150块，这个就是一个针线款，然后拼的这种啊，拼的这种纹理纹路的这种花纹啊，来50号，228, 228, 好的，来平结截图啊，来平结截图哈，对150块啊，毛线衣全都是150块哦。好的，来150块，像这种打，哎呀它这个还是一个微喇的，还没有看到哦，袖子还蛮好看的，像这种纯打底很多，我因为我就挨着过的啊，来货号 228, 来平姐姐321截图啊，这种就是配外搭好看呐、啊，配那种长的风衣，像你们前段时间不是有买过，这里有很多外套吗，就可以配这种啊，配这种就是做一个袖子超好看的。
玉婷，好的，到时跟我一起结算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哦，所以你们是姐妹是吗？哦，谢谢盛文姐姐哈，谢谢你啊。来50号，来50号啊，格纹款的，慧静来了就笑。好的，谢谢你帮我分享支持哦，谢谢啊。来这一款100号，来100号，灰色的一个绵羊绒的面料，很舒服，很轻薄的那种啊。来100号，100号啊。还有这种开衫哦，还有这种开衫。来，这个是货号154号啊，来款号154。来，它是一个开衫，可做开衫，可做一件洋装。如果身高在160的话，那可能就在你往小腿的那个方向啊。来，这一款可做开衫，可做洋装，里边就穿一个那种修身打底就可以了。来154号啊，154号，然后它这个袖拐角这个位置有带防磨的啊，防磨的。来154号，这个还蛮贴心的哈，蛮贴心的啊。来下一款，来下一款，这一款是来305号，哇，这好像是他们新款，没有看到过的啊。毛衣150，外套200，是的，外套只有一点，所以就拿来给你们做福利的。就拿来给你们做福利的啊！来，这一款是305号，一个开衫式的，穿到55 OK 咯，55、60都 OK 啊。来，305号，晚上好，亚梅姐姐，晚上好啊。来，307号，哇，绵羊绒的哈，绵羊绒的面料很舒服的一个毛线款，针线勾勒的那种啊。来，这一款307号，你买几件了？阿绒也不多。阿龙买了2、3件，好像是，等着你呢，慧静，等着你呢。来这一款，307号啊，307号绵羊绒的，穿到55这一款，哇，这个好看哦，啊，这个很好看来的，来14号，来14号的一个条纹拼色，啊，条纹拼色，但是从镜头有点展示不出来它的色彩，但是从实物看起来，它色彩会很好看哦。来14号，来14号，来价格150块啊，14号，来喜欢姐姐14号加起来啊。我那边没多少款。来14号啊，14号，来，准备要拍恐怖片。拍恐怖，拍，阿龙，你要上电视吗？去做明星吗？拍恐怖片。来89号，哇，这个还是有带脖颈的这个位置啊，前面是带镂空那种 V 领的啊，V 领的。来这一款是89号，比较有个性个调的啊。来袖子带这种一个拉链，你看这一款，这一款单穿好看，这一款你们不要配外套，就单穿好看啊。来这一款是89号。来89号啊，135的外套能在可以看可以的哈，申文杰可以的啊。来89号这一款我们就过了哈，89号，135，135，我看一下啊，135，诶，135，稍等一下下哦。135，来135，135的话，它这一款就是，拉链拉起来，它能，拉链拉起来的话，它能就是有一个裙摆那种感觉，宝蓝色那种感觉啊，宝蓝色。刚刚进来可以呀，可以，可以，就是不多了，就是因为它这里的话不像我那边，因为它这边的话。针对的是北方，北方的话都会比较冷，这时候他们就穿不了这种洋呢外套。北方这时候要穿棉服、羽绒服，所以他们这里的外单，像这种毛呢外套就会比较少。所以我就是说，刚好一点点给你拿来做福利了，拿来做福利200台，你们可以先看哈，先点菜。来135号，来盛文杰你看一看啊，来盛文杰你看一下。
尺码的话是一个 M 码，尺码是一个 M 码啊，就是显这种就是能显腰身的那种版型，能显腰身的。来，这个是200块啊，200块，因为比较少，所以我就说拿来给你们做福利的。来，135号，来，价格200块啊，200块。来，盛文姐姐，你先点菜了，我先给你挂这里啊，你 OK 的话给你留哈。好，135加，好的。好，来，盛文姐姐留啊。只限今天晚上一晚，只有这些福利价的，过了福利价的话，可能就是如果我过了，我那边还是原价的哦。来，平平姐，来，后来没看到姐姐，我们快速把这些梨子快速给你们跑一下哦，快速给你们跑一下啊。来，9号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款你们会一定会加的。来，9号这款里边它是带夹棉的啊，带夹棉的。尺码的话，它虽然标注的是一个 S 码，但是呢它是一个溜肩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版型超大啊，版型超大。来，9号穿到60呀65公斤都没有问题的那种。来，9号200块，只有这一件带棉带夹棉的啊。来，9号，不客气哈，不客气。来，这一款21号，来，21号带毛领的啊，带毛领的。这一款尺码是一个 M 码。来，这一款尺码是一个 M 码，咖啡色啊。来，21号哈，21号啊。来，这一款23号，来，23号就是它这个位置可以拉到腰部啊，然后后面是没有办法拉过来的，因为它就是这种造型的啊。来，这一款是23号，尺码是一个 S 码，尺码是一个 S 码啊。来，还有这个绿色和粉色。来，这一款编号是12号，来，12号的绿色，粉色呢是 M 啊，粉色有两件 M， 绿色有一件 S 码啊。刚才外套他们已经有加走了，外套已经有加走了好几件了啊，已经有加走了。来，11号，来，11号这个版型是 XL 的啊，它标注的是 XL 版。来，11号啊，11号，来，这个就是你扣起来也会带的那种显腰身那种版型，带那种显腰身。来，这个是11号啊，11号。还有这种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，反正它尺码的话也是一个 L 码，大尺码。是一个 L 码大尺码，来，这种就是一个马甲款，马甲款，尺码是一个 L 码啊，尺码是一个 L 码，就是它脖颈这个毛毛是可以拆卸的，当一个那种洋装的马甲穿的那种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这种咖色的，还有这种咖色的啊，但它腰身这个。这个不是针线哦，平平姐，这个不是针线，它就是这种毛呢的，这样子毛呢，然后带口袋，显腰身带那个的啊。11号，好的，好，来谢书，这个字有点认不得，来，好，谢姐姐留啊，来，谢姐姐留11号，谢书那个字认不得，不好意思，有点文盲了。有点文盲，来，姐姐可以要加 line 哦，要加 line 哈，不然这么美美的衣服收不到。来，我把 line 打一下啊，来，公屏懂你打这个 line 就是我们本人哦，就是我本人啊，要加 line， 不然这么美美的衣服收不到，很可惜啊。谢书，这个有点像片子的片哦。好，来11号啊，来11号，红色近看，好的，红色近看，它首先毛毛是这种毛毛，然后呢，它的面料它是那种呢子的面料啊，它是这种呢子的面料，然后呢，这个拉链拉到腰部这个位置，带腰带的，然后带口袋的，
我跟宋文姐一起，谢谢。好的好，那名字的话，名字的话我就写你的名字好了，写你的名字，到时候跟宋文姐一起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平平姐截图啊。来，这一款尺码是刚才我报的，是尺码是一个 L 码啊，尺码是一个 L 码。他们的 OK， 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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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啊。来，平平截图哈。来，200块的啊，200块就是刚才那个外，什么号尺码？号不用打了，好了，你说红色就红色了，不用打号了。尺码是一个 L 码啊，来平平截图啊，来平平截图，好，来321截图啊，321截图，来下一款，然后它同款还有一个咖色的哈，咖色的啊，来这一款是来29号，来29号啊，水粉色哈，水粉色啊。水粉色，来这一款尺码是一个 S 码，是一个小码啊，小码。来这一款就会比较好看哦。来我身上这一款，你们要加的就扣编号，就扣我身上加啊，身上加。但这一款的话，给你们按毛线的价格是150块，长羊啊，长羊。这一款的话就是能穿到70公斤啊，75、80都完全没有问题的啊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你们喜欢就打身上加哈。来，因为我要试这一款了哈。来，这一款是33号的绿色，其实有点绿偏咖那种感觉啊。来，33号绿，来33号黑啊，黑，来33号的咖。尺码的话就是一个 M 码 ，M 码M 码 L 码都可以穿那种版型啊 ，M L 都可以穿。来33号的绿黑咖三个颜色啊，绿黑咖三个颜色，来价格200块，双面呢的这一款啊，这一款是双面呢的，来这个我就脱了啊，这个我就脱了一，来因为它这里外套会比较少，外套比较少，所以就这一点我们拿来做福利啊，然后黑色多，黑色的话有多啊，黑色多，其他色我倒没有看到那么多。来这一款我找一个衣架挂起来，我怎么刚拿的衣架记不起在哪里，好的，来这一款我们就过了啊，穿到100就是那种100多少斤来的，反正就是70公斤80公斤都可以穿的啊，版型会比较宽松。哦，这里还没有过。来这个灰色的，来款号212号，来长羊的一个开衫啊，来长羊的一个开衫，长度在我膝盖的位置。像这种毛线款的话，长款性价比就会比较高啊，推荐你们就优先入长款。来212号，来货号212啊，货号212。哇塞，这一款好看哦，很减龄的。来101，来款号101的一个这种彩虹色，那种天空的那种渐变色那种感觉啊，面料也很舒服，一级棒那种面料。来101号，这种就是修身穿到，来弹性也很大的哦，穿到55没有问题的啊。来101号，价格150块啊。来货号31336，来款号336啊，336紫色的，而且它是一个开衫哦，小香风款的一个紫色开衫啊。来这一款喜欢就是那种春秋打底穿，春秋你一早一晚有点冷这样穿，然后中午的时候你给它脱了，都是里边搭配短T都可以来的。来款号336，来价格150啊，价格150，来喜欢姐姐336加起来啊。37可以穿给我看吗？可以的，玉婷姐，不好意思我刚才这边卡了啊。37我看一下啊。37是
37是哪一个？我看一下37号是哪一个啊？37号它有长什么样子，有说吗？37，玉婷姐，37号长什么样啊？有点忘记了。37，你说的是这一件吗，玉婷姐？你说的是这一件吗？37号，是这一件，就是灰白色是吗？还是说号有重的，灰色的？那应该就是这一款喽，37号。可以的啊，可以穿给你看。这款版型也蛮宽松的。好的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来，面料很舒服，不扎人的那种面料啊。来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子，里边你随便搭衣服，搭不搭都无所谓。这种我穿的话能盖过我屁股，里边你可以穿一个短裤，就这样单独穿都可以，或者说系一个腰带，或者说这样斜着穿，有造型一点的那种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就这样单穿就可以，春秋单穿。然后或者说你这种如果你能给它撑起来的话，外面搭配大衣也可以。来，37号面料很柔软，给你近看一下面料，近看一下面料啊。来，37号可以，如果我穿的话我能盖过我屁股，我是身高165的，完全能盖过我屁股的那种版型啊。来，就这样子的，37号我先穿上身哈，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后边号啊。来，这一款213号，来，213号正红色啊，正红色。好，来，玉婷姐截图啊。来，37号，来，玉婷姐截图，37号啊，37号。好的，37啊。好，来下一款啊，来213号，哇塞，这个红色我一定要穿呢，再不穿我今年都没有穿到红色，本命年都没有穿到红颜色的衣服。来，这个红色好喜庆颜色，这个而且可以当一个中长洋穿，如果个子在155-160的话，可以当个中长洋来穿了，完全 OK 啊，完全 OK。来，很喜庆的一个红色哦，而且还是一个长版型，我穿能盖过我屁股啊，里边穿一个短裤或者说半裙、短裙、短裤都可以。来，红色是来红哎，红色是213号啊，来红色213啊，红色213。来，还有牛仔裤，牛仔裤，来，这个目测就是一个 S 码，来 S 码的一个尺码，来款号205啊，来款号205，牛仔裤的一个修身的啊，修身的，来205，这是我没有带量尺，所以没有办法量。来，这一款是一个，来货号，来货号236号啊。来，货号236号，这个是有带松紧腰的，松紧腰目测能穿到55公斤，能穿到55公斤，具体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等我下播给你们量尺码，量尺寸，因为我没有带量尺啊。来，236号，只有今天晚上没有带量尺，平时都带的有。还有这种啊，这种就是一个可以做修身打底裤那种牛仔裤啊。来，这个编号是203号，来货号203啊，203，纯黑色的一个牛仔铅笔裤的那种形状。来，还有这种半裙啊，来还有半裙，来款号202啊，牛仔半裙202，然后呢侧边它是有带一个小口袋，
这种只有一点点这种牛仔裤就给你们过一下。还有这种，那这个也是半裙，来201，来201半裙牛仔裤201啊，这个腰围就比较大了哦。这个一看就是2+或3+尺码的，2XL或3XL的啊。